我觉得时间好像就是要紧一点出来吧，因为始终是比较辛苦的，不过也会我也会抽一点时间去做好这个歌手的这个工作。反正那个老板对你有没有意见？他现在还好吧，因为两边都能兼顾到。这个我跟我的团队一直有在讨论，因为每个阶段可能有不同的方向，然后这个我都很放心交给我的团队。现在正在准备我的第一首歌，希望在暑假前会能够出道给大家听。准备一下，好了，交给你。